ですよ。高橋さん、ここにも本当に聞いてくれない。왜지저어디다因为台语其实它还是有点种啊，它就是那地方的。那像我看过，那个看过那个杨颖，那 Nancy 是不是？它其实是平的，所以应该是没有那么酸。他上次有说那个，因为他们有在吃驱虫药，所以那个鼻啊什么病菌什么会比较软。哦。但是精神方面什么都正常，蛮正常的。对。其实我是这么讲，哎，居然你这里还吃驱虫药。那用吃的通常是针对肠胃的寄生虫，因为他们如果是吃那种寄生虫，然后他还上次有说就是假发里面。也不难，好可爱啊！他不是要那个，星星 baby 耶，还要十五，那结果没结果？知道他肯定不会了，太了解。这是有虫虫吗？他为什么要倒出来？台里也不难，嗯，没有别的字。好笑啊！都在等。林可拿到旁边去吃了。啊，终于大陆妹她愿意。她好像想要这个时间来，因为我上次来是四月。坐计程车。上次来是六月，我一起来。我上次来的时候是六月。还是多大位？很大片大玻璃上。他要去东东外交所。教学弟弟的时候都会那种，对，但是大碗不能在这么深的里面啊。他算是害羞，对。这是在冬眠很久了，哎，对，嗯，后来这些是要引进来给他们的吗？对对。老明星了。也没有没有，那个因为他的小孩都还在喝奶。你看看，哎呦，大家干嘛？抢着要进洞啊！那是小孩吓到他们。吓到。他们长幼有序呀。哎，对对。对啊，那小的不能先进去呀。对。对，他们接几分的清楚，对。爸爸先进去，哇，爸爸真的，哦，你们洞还蛮深的，嗯，对。他们好配合，今天很配合，都让大家。哎，你有拍到五个蜘蛛在吗？有啦。王姐也在那边吗？妈妈可以拍，你走，逃走吧。不要。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子，快点，转过来好了，转过来看。你逃走快点。耶！我要把这拍。不要把我走耶。难啊！打工时哦。这个叫什么？
要叫人谈的，因为他长得傻。对。兄弟好帅哦，兄弟，兄弟超帅的。要上演那个哥吉拉的那个。要去演。他是好乖的。他走掉了，走掉了。大咪走，大咪走。哦，你在干嘛？跟他爸爸撒娇。嗯。旁边一个是女的，一个是男的，我不知道。嗯。可是他大儿子哎。一起走路了。晚上我在干嘛？